大家好，我是老船长啊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啊，这几年下来啊，操作股票非常的辛苦？为了下来米呢？啊，很简单嘛，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。虽然是不好的记忆啊，但是啊，有的时候想想，如果你可以熬到今天，你还有最后一桶金，那我说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是很有机会的，因为这么多的苦难啊，你都可以过来了。哎，首先疫情，对不对？你看那疫情一来的时候，哇，股市跌成这样，然后又再涨上去，好，这一波你没有挂掉的，那还有下一波等着你干什么？哎，给你搞一个这个俄乌战争，再加上升息，哎呀，这两样一来又搞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呢，哎，好像俄乌战争呢也变得大家都习惯了嘛，啊，没感觉了，啊，升息也升完了嘛，是不是？哎，他给你来一个怎么样？陪老太婆来台湾，中共军演，吼吼，给阿嘎被戏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两样，这个又好像大家现在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又担心什么？不对啊，老船长，在不知不觉中哦，啊，股市已经涨了1000多点了。对，啊，各位看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日线，对不对？今天收盘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啊，这一波1000多点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么多的苦难都过去了。这一段你反而怎么样？没有赚到，因为第一个你输习惯了，或者是你怎么样输怕了，又或者是怎么样你去放空。好，所以股票市场哈，你不要听那些投顾老师胡说八道，什么天天大赚一定涨停，鬼扯，你参加都一定没有。哦。他们就像怎么样，他们可能是从柬埔寨怎么样集体训练出来的。你们最近不是很夯的新闻吗？这柬埔寨啊，这台湾的老百姓是被骗习惯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有很多的人是要掏金梦，要去哪去哪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够说人家不对啊，或许有些人他就是比较单纯，是不是？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是也知道要做犯法的事情，然后去，没想到怎么样，器官可能被人家摘了。人算不如天算嘛，我是觉得脚踏实地好一点。像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工作，这个大家不愿意做的，比如说清洁啊，收垃圾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甚至这个大楼管理员啊。你不要看大楼管理员有时候很辛苦，接收信件的啊，每天坐在那边也不能够干什么，很无聊，光无聊就无聊死了。那种工作其实蛮痛苦的，对不对？那谁要做呢？你不愿意哦，啊，他也不愿意，那谁要做？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人去做这些工作，对不对？那自然嘛，物竞天择嘛，啊，你的学经历什么各方面都不如别人的时候，你只能去做这些工作。那有些人他会认命啊，也做得很好。我们也是怎么样，很敬佩这样的人，因为他尊重自己的职业。哎，可是有些人就不愿意啊，对不对？我什么人啊，我怎么可以给你做那些事情？这时候就听说哦，柬埔寨啊是赚钱的天堂啊，去那边做个一两年回来就可以自己有钱当老板，那就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往往这些人在台湾都是找不到工作的啊。我昨天节目就有讲，就是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啊。啊，事实上你不是天选之人，好不好？社会就是这样子，你来到股票市场也是一样，你的认知要对啊。节目一开始我讲过，你要经过这么多的磨难，你现在手上还有钱的朋友，你已经是很了不起的，至少你坚持到现在，对吧？那有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怎么样，走向归零高之路去工作1、2、3、4、5年。哦，再加一点，好，6年够等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，你
把最近这个最大的新闻柬埔寨这个诈骗的事情哦，你要给自己做一个怎么样借镜。全世界老船长讲过，最大的政党就是金光党，哪里都有金光党，你放心好了，股票市场也是一大堆啊，说不定你的老师就是金光党，对不对？天天涨停，永远大赚，你参加都没有输死，你现在满手套牢股票啊，他不是金光党是什么？对不对？你自己脑筋转不过来，就好像到了机场啊，警察说啊，你不要去那边，都怎样？哎，我是这。难得的机会你挡我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这一辈子有机会发财？就像你现在在看我节目，你是别的老师的会员，你现在满手套牢的股票输死了，我这样提醒你，你不要成为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师眼中的猪脑袋，你可能还不高兴呢。你凭什么讲我这样？那没办法，没有救嘛，对不对？社会就是这样子，会它会有一个淘汰的法则，懂吗？好，那台北股市今天跌了68点哦，你们就怎么样？哇，好害怕，是不是？因为啊，很简单啊，今天呢、最低的时候，台北股市跌了154点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你很害怕嘛，对吧？你以为这一波行情结束了，再加上你手上所有的股票都是套牢的，可是这时候你就要想一想，哎。跌154点，那如果这时候我把电脑打开来哈，啊，老船长讲的，手指头按一下就好了。一看，哈，原来台北股市还在多头架构。各位看一下，来，手指头拿出来，这是台北股市今天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啊，按一下，叮咚，哎，对，来，请导播照这边，有没有？从头到尾都是多方架构。尽管你的老师恐吓你。说外星人明天攻打地球，锁定台北市啊，没有了啊，锁定交易所、证券交易所，啊，对不对？台北股市要崩盘，他讲多久？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打开王冠 AI 系统，台北股市稳稳的在怎么样？多方架构。那我说过，在多方架构，你要做股票赚钱，机会大也比较容易。你看每一天都有很多股票大涨，结果你的老师叫你放空。你都输死了，他为什么要坚持？因为你们要退费啊，你要搞懂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就你要知道投顾老师有他的立场，你懂吗？啊，我叫你们来放空啊，结果你们都被嘎死输死了啊，我当然继续要讲下去啊，啊，总是会崩盘的嘛。什么时候？2月30号一定崩，这样各位懂不懂意思？时间拖久啊，你晦气到了，那就滚啊。还有新的猪脑袋怕什么？对不对？就跟事实完全不符的情况之下，我敢保证还是有一群猪脑袋会追随，会怎么样跟随啊，膜拜。为什么？这就像很多人你跟他讲柬埔寨怎样怎样，他还是要去柬埔寨，因为他觉得啊，你们是要挡他的仕途啊。社会上这样的人很多，就是是哎，牛就是牛啊，看看北京嘛是牛，就牛是牛啊，迁到北京还是牛啊，你知道吗？那这种我们统称为猪脑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这猪脑袋，你要来这个金融市场掏金啊，你放心，你来是被掏的份，哈，懂吗？你除了在市场上输，还要交钱孝敬你的老师，让他分一杯羹。最后呢，你走向龟苓膏之路，工作6年回来，这过程中他是怎么样？盆满钵满啊，满脑肥肠，吃得爽爽，口袋怎么样 ？Michael， 这就是社会的现实。因为你没有智慧，你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。那我觉得最惨的就是，明明大盘就是多头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你还拼命做空，就是你跟趋势对抗。明白老船长的意思吗？在金融市场，没有人可以跟趋势对抗，哪怕你是国安基金啊。如果整个市要崩，国安基金一定会等啊，等跌得差不多了，他再进场护盘。我讲的对不对？好，那台北股市既然是在多方架构，我们就去找王冠 AI 系统，它是多方架构的股票，而且要王冠第一、第二根红是最好。我讲很多次，对不对？那王冠黑的做不做？当然不做啊，打死不做啊。那你一开始就避掉超过1000档。王冠黑的股票，那剩下来的你再找王冠一二红的，哇，要输也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我在节目上，对不对？公开的讲，我如果欺骗会员，因为
你们是观众不知道，会员知道吗？啊，对不对？我先讲一档中磊，我拿做示范啊。那中磊呢，我们是王冠红就进去了，它涨啊跌啊盘啊，我们就一直报，对不对？投顾老师是不会像老船长这样，全国只有我一个白痴加笨蛋的啊。我会请所有会员，所有资金只买一档股票，它的名字叫5388的中磊。涨也爆，跌也爆，到它喷出涨停锁的那一天，所有会员只有一档股票中磊卖在怎么样涨停锁。好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卖在这一天。后来有没有高点？有啊，这边有高点啊，大家就去抢嘛，对不对？抢完之后全部都套牢了。各位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买在哪里的？各位看一下哈，会员帮我看一下，看老师有没有诈骗啊？有的话，每一个赔5亿8000万新台币啊。他翻红我们就买了，然后呢，这中间呢，你看都不会动，人家拼命在招收会员，对不对？老船长打死不要，我们就一直爆爆爆，爆到这边喷出锁住，每一个人我都确定卖在涨停板，啊，请导播字拿掉，我们是不是王冠红就进去买，对不对？所有会员作证啊，那这个涨幅当然超过一根停板嘛，所有资金。压一档股票，假设涨13%，就是所有的会员赚13%。那如果我叫10档股票，有一档涨停，那会员怎么样？就只能够赚1%。现在的投顾老师都是玩这一招，我不玩的，因为这是诈骗，好不好？下半段节目回来，你千万不要走开。股海茫茫，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股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固德投顾洽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做一个投顾老师，一定要怎么说就怎么做。我的节目，我的做法一定是秉持这个原则不改变。我常讲啊，我节目内容说谎不实，我个人跟你们没关系，我个人下19层地狱不得好死，请观世音菩萨作证。我发誓发了10几年，全国只有我一个敢，你的老师敢，我退出投顾业。我刚刚讲这个，我造假，每一个会员他们都有安装哦，就赔5亿8000万新台币。因为我在节目上讲，我就说你第一件事情要避开王冠黑，所以我们不要买王冠黑，对不对？那王冠刚翻红，我们下去买，怎么买？所有会员只有一档股票，而且我call讯是所有资金都只压这一档。那这样子，这一档如果涨13%，我们所有的会员就是赚13%。其他投顾老师一定是怎么样？叫一堆股票，最少的叫10档，多的叫100档。叫10档，你怎么买？你就每一个买1/10嘛。那其中有一档涨停，你是赚1%，不是10%。但是你的老师在电视上会怎么样？拿其中这一档涨的，其他跌的都不要算。他说他们会员赚10%。哎，真的耶，老船长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国小就知道啊。这是一个金光党的手法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他的会员嘛，你傻傻的不知道。哎，真的有这一档啊，真的有涨啊。对，后来被我破解之后，他们又研发新的，干嘛？把会员分成10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第八组，今天每一组会员只买一档哦。因为被我破解之后，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就研发出新的，他就怎么样？哎，分成10组会员，每一组会员都只买一档。
我会员一定买一档股票而已，绝对不多买，绝对不会乱枪打鸟。啊，你在家里看电视节目，哎，对啊，有道理啊。我参加了以后，他只叫这一档，而且一次都一档啊，这样。啊，可是今天节目上老师讲的那一档我没有啊，涨停板，打电话去投顾公司抗议哦。那这样我帮你换到那一组去好了，你再交一点钱。各位，恶不恶劣？恶劣吧。我老船长绝对不会干这种肮脏下三滥的事情。我所有的会员呢，只要你收到我 coaching， 就只有一组，啊，没有分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组，没有，全国也只有我这样。那我现在怎么样？用科学的方法，我说过，科学就是反复的试验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啊。那么我们用科学的方法，我想大数据长期下来，我的会员一定会赚翻的。中磊，我是不是说过了要买王冠红？各位看，是不是买王冠红？是。对不对？我说过是不是不能够买王冠第十八、二十八、三十八红？对，假设我们是这边买的，是不是就套牢了？虽然是王冠红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也不是说它将来不会涨，因为它还在王冠红的范围啊。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要这边买呢，还是这里买？你要这里买呢，还是这里买？你问国小一年级就知道嘛。所以游戏规则我讲好，就是买王冠刚刚翻红就对了。那一样的道理啊，我那个时候有问你们说啊。我说，哎，中磊的下一档你跟不跟？有没有？我给你看这一张嘛，好，那有打电话进来的人，手续办好的，他就会把这王冠 AI 系统装好。装好之后呢，哎，我叫进了中磊的下一档，他第一个他一看，是不是王冠刚刚翻红？不是，诈骗集团，对吧？结果真的是，好，那是哪一档呢？好，我现在按给各位看啊，来，一。五一七，啊，各位看一下啊，今天创了半年的新高。什么时候买的？来，戴上眼镜啊，来，王冠第二根红买的。我不会骗你说第一根红，因为我们中磊要换过来，要接手。各位要知道，我们从中磊换过来的时候，刚好他已经王冠第二根红了，是比较可惜一点。你听得懂老船长的意思吗？但是我在节目上，我绝对不会诈骗说我们买王冠第一根红，因为买王冠第一根红更低，对吧？但是我在节目上讲，你只要买王冠刚刚翻红，第一低的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有时候你这一档出清，你要换到下一档说，哎，我找到王冠第一根红，那是最好。那我认为王冠第二根红也能买，也是我的专业。所以我常讲，我的coaching，我的专业在配合这个系统。第一个，我没有办法诈骗所有会员。所有会员都有安装，你听得懂老船长的意思吧？那他们收到客户讯的时候，他们会看电脑，哎，王冠第二根红，我们买进去，今天怎么样？创了半年以来的新高啊，还要涨，这还要涨，外资天天买，融资一直大减，哦，这还要再大涨啊，哦！但是我会不会叫你来追呢？比如说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啊，来参加会员安装啊。安装好之后呢，对不对？明天呢，我叫你们买这个利奇，叫你来抬价，我不会这样子。你稍微等一下，好，所以我给你看这一张哈，你看得懂哈？来，一定是我的 coaching， 再加上王冠 AI 系统，对不对？中磊，我示范给你看嘛，这个花了一段时间，哎，你不要讲，花了一段时间，我所有会员赚超过一根停板，所有的资金呢、啊？你现在参加哪一家投顾哪个老师？你有吗？我中磊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报的时间，你在干什么？天天追高杀低，追高杀低，然后看你老师的节目，套了满手的股票，他永远大赚，天天大赚。你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？跟那些年轻人跑到柬埔寨一样，被人家当猪头宰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你只是没有离开台湾啊，你在你家也是被骗啊，你的钱呢，输了不少吧？所以不要再被人家骗了。台湾人被真的是被骗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假新闻乱七八糟，每一个人都说没有骗人，被人家抓到之后怎么样？难看嘛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对不对？好，那中磊我们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哦，那这样波段上来，对，没有卖最高，我也公开讲，但是怎么样？你后来去买的全部都套牢了，对不对？我的会员出完之后，有再弹一点点，咚就摘下来了。好，这个全部的会员帮我作证，老船长说谎，每一个会员就赔5亿8000万新台币。那全国只有我一位分析师敢在节目上这样子录节目，这样子讲，因为我绝对不会说谎骗人，
我也没办法，你的老师天天骗啊，你看在眼里啊，对不对？我说过了，王冠 AI 系统它是电脑啊，它是人工智慧，它不会骗你啊，你的老师会啊，而且是每天骗啊，懂吗？你如果安装了这套系统之后，王冠黑全部毙掉，对，买王冠刚刚红的，请问你，你会不会赚钱？那我不能每天坐在这边都没有示范给各位看吗？我就把中磊示范给各位看，这个中间我也有开牌过，我说是中磊啊，大家都不认同，因为那时候网络通信人家讲的是什么重旗嘛，什么台阳这一些，对不对？我要买就买比较绩优赚钱的中磊，像台阳的亏损公司我管你涨到哪我就不买，我不买亏损公司的，各位观众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再来，那中磊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下去买的是怎么样？刚刚给各位看了1517的利奇，因为你们每天都车用电子嘛，你都讲四轮的嘛，利奇是两轮的自行车，毛利率各方面营收都是往上冲的啊、哦。那外资天天买啊，昨天已经买超1000多张了，今天呢应该还是继续买，外资买一段时间后面一定喷出的啊、哦。那我不能说我们买这么低，对不对？老船长没有那么自私，我们买这么低，然后叫你来这边帮我们抬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们这边王冠第二根红就买了，我不可能叫你来抬轿，不可能、哦、但是你要先打电话进来，把手续办好，安装好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如果假设你明天收到我 coaching， 没关系，利奇啊还会再大涨、哦，现在还可以把所有资金压进去，那你就压，不要怕，你就压，因为老船长告诉你的。老船长，这个已经王冠第几红了？第十红了，没有关系嘛，因为你比较晚参加嘛，这边你不来嘛，中磊下一档你不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明天我认为不能追了，甚至我们要获利了结了，我就跟你说啊，新加入的会员先看啊，不要动作。然后呢，假设我们明天获利了结，我只是说假设了哈，我说现在我们要买进下一档，你就把你所有的资金好，看清楚了，这个字看得懂哈。所有的资金买这一档就对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我都是按部就班，用科学的方法，再加上专业，而且我说过，我节目内容说谎，或是每一个会员观众赔5亿8000万新台币，全国只有我做得到。假设你被骗习惯了，你会发现你老是节目上讲的怎么都跟你没有关系的。你要确定，第一个他把你当猪脑袋，第二个你是被骗的。你不要，我再讲一次，你不要像那些小鬼啊，那屁孩跑到机场去啊，以为自己明天就要发大财了。你们这些都是傻瓜，还待在台湾，我去柬埔寨3个月就发财了，就自以为是嘛。就我觉得无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在怎么样用手写的？然后写信寄给所有的朋友啊，说几月几号有一场宴会，希望大家来参加。等到人家再回信，你再登记，再说好，你传个 LINE 就好了嘛。科技时代的进步嘛，所有的角落都一样啊。那你操作股票一样啊，你要不要用科技？科技先把你把不要买的股票大部分都筛选掉，然后要买的呢，我们买最佳的怎么样进场时机，它刚刚起涨的。是电脑经过所有参数跑出来的结果，再加上老船长说可以还是不可以。假设有一个股票王冠第一红或第二红，我一看亏损公司，我绝对不会叫会员买。各位观众你们懂，或是我一看这根本主力公司或基本面题材未来不好都不要买。你去看利奇绝对是超级绩优股，你们每天直接梗顶啦、训舟啦，那个早就应该买的都已经到王冠第18、28根红，你们还在买，最近都怎么样套牢了。你讨不到便宜的，跟我们一起买在起涨区，对不对？再给你看一下，要不要跟？我会一档一档的打开给你看，让你知道，你如果跟着老船长啊、这边有写嘛，老船长加上王冠 AI 系统，你如果跟着我，我告诉你，一档接一档就不再是梦。但是明天你的桌上一定要有王冠 AI 系统，5、4，不要再错过，现在开始拨打。安装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